看一下老挝的小孩一大早过来收啤酒瓶了，哦，小小就帮忙干活了。这个中视频拍拍都不知道拍什么了，我们来实拍一下小姨子拖地，好像是拖完地了吧，洗扫把吧，看一下拖完了没有。还没拖，走，看小姨子拖地去，无聊的，看你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无聊，把这个视频，看这个视频的。开始了，先把水弄干，其实叫小姨子辞工来跟我们拍视频也是挺值的，又可以帮我们带小孩，你看又能拖地还可以做饭。老婆你去哪里？去买东西洗衣服。对，你看一个地方拖了这么久，是要把地拖到一尘不染吗？两个媳妇又要出发了。拖的是真的仔细啊，不过看这个样子拍十分钟都拖不完。看一下把这个地板拖得闪闪发光的，每天都要拖的，我们这个地不拍了，等一下再拍别的吧。给小姨子来一个特写。Hello， 妹妹。你好。好甜啊，还是这么甜。我们去拍老挝媳妇洗衣服吧，看她洗完这桶衣服要花多长时间。是不是有点无聊？哦，你买洗衣服给我呢？买洗衣服给你。
屁，等一下，买了你偷懒了。太热了。我不买那个，我是爱你，呼不懂不？哦，我不是爱你。我买洗衣机了，你没事做呢，没事做你无聊呢。我是爱你，我才不买洗衣机呢，懂不？我。啊。其实我也是很早就想买一个洗衣机给老婆了，但是那个水管还没有接到，所以没买。最真实的想法是因为太爱她了，怕她无聊没事做，所以就不买洗衣机了，是吧，老婆？不是啊，不是。你看你洗衣服这么专业，我不想让一个洗衣机浪费了你的专业啊，懂不？啊，不懂，不懂。看一下我老婆的专业，这个专业水平还是可以的吧。老婆，你认真一点嘛！你看看衣服哪里有那个脏的，你都不看，你怎么知道哪里脏不脏呢？看不见了，有这个。你有脏没？我们中国的女孩子现在都已经很少有手搓洗衣服了吧？10分钟估计洗不完了。老婆，你加油啊！妈妈，妹妹在吃饭了，你不加油，加油啊！妹妹加油。加油就是洗衣服洗快点呢，加油加油呢，加油啊，不啊，嗯，你看一下，洗了4分钟了，还没有洗完第一遍，洗完第一遍还要过2次水。哎，我们女儿跑来这里，哦，给我们女儿一个特写。艾米去帮妈妈洗衣服。你妈呀妈！去帮妈妈洗衣服，艾米。呢，又去玩水。哦，这个小女孩一看到水就踩。看到水就踩，卫生变了不？去帮妈妈洗衣服，从小锻炼了。奶奶奶奶，你执棍子干嘛？艾米，艾米，去帮妈妈洗衣服呢。你不洗以后长大了，没有。男孩子要你了，哦嘴，哦嘴，你要去针那里干嘛呢？要去摸那里干嘛呢？来，又来，这爸爸了，哦。
那又去踩水。哦。过来，过来，来，还穿着袜子，湿了，不要袜子了。看我老婆洗完没有？没有呢，还没洗完。哦，洗完了还要过水，看来还是要买一个洗衣机给她。我看一下你的手，老婆，你看这个手洗衣服洗的都有裂痕了。我女儿这么久了还不要外婆抱。你又去玩水了。哦，小女孩一看到水就踩，去帮妈妈洗衣服呢。来，去帮妈妈洗衣服呢，你这么闲，来，让人看你。好了，洗完了第一遍了，过水了，要过水了。艾米，来来来，看妈妈洗衣服。你看妈妈洗衣服洗了多久了？洗了八分钟了，才过第一遍水。我们走近一点看一下，老挝媳妇洗衣服专不专业？还要洗三遍。嗯。哦，那我不拍了。不干净，不干净。你洗没？你把屋里不弄。你看你洗衣服洗得这么好，我买洗衣机给你了，你就不会洗衣服了，不是吧？啊？拍了十分钟洗衣服，不拍了，不拍了，等一下被网友骂了。我看老挝媳妇晒衣服，老婆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晒完衣服可以吃饭了。这个水还拧得不够干呢，啊？
哦，用力！你看你这个洗衣服洗得这么好，我买洗衣机给你了，就是让你浪费了一个手艺了，是吧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好了，晒完衣服可以吃饭了，谢谢老公呢。谢谢老公。你不谢谢老公？谢谢你干嘛？哦，不是你洗。谢谢我在这里拍你啊。你洗衣服，我就谢谢你。啊？不是你洗衣服，我谢谢你干嘛？哦，我不在这里看你洗，你能洗得这么好不？啊？嗯、啊？怎么没有用？哦，我们，我你看，你看你们老挝的领导，人家在那里搞公路，搞公路，他去那里看，人家就搞得好好了，是不？他不去那里看，人家就搞得不好了，是不？啊？不一样的，真是。哦，不一样，我也是领导呢，是不？我是大大大呢，你是小小呢，我在这里看你。你才做得好呢，是不？啊？嗯、不懂。嗯，我去吃饭了。小姨子在弄吃的，看一下中午我们吃什么。这个是青菜，哦，好多青菜。然后我们吃火锅。这个火锅用的是什么底料啊？哦，用老挝的。你看他们也是，他们老挝也是喜欢用这个重庆的火锅底料的，麻辣的，他们也是喜欢吃这个。看一下我们的菜里面有什么，那还有小香肠、鸡翅、老挝的粉丝。金针菇，不错吧？我们的伙食，这个都是前天闺蜜过来招待闺蜜买的菜了，让我们可以吃到今天。嗯，再给小姨子来一个特写，小姨子。我是小姨子。你好，我是老挝小姨子。会说了。平凡的一天。今天天气有点冷，也不知道要拍什么视频了，就拍一下我们家吃火锅吧。然后他们也是弄了这个老挝的这个酱料，这个我不敢吃，不知道放了那个老挝酱。然后丰盛了一餐火锅。小姨子打声招呼。你好。我是老挝。我是老挝。小姨子。小姨子。说你要教妹妹学多一点中文呢。教了。最后也是给自己一个帅气的特写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，也是祝各位老乡朋友新年快乐，工作顺利发财。谢谢大家一直关注老挝媳妇与禾草大叔一家，谢谢大家了，我们也是要开吃了。